场脱单的 party， 咱们大伙儿端起酒杯来，一起敬他俩，快乐快乐，谢谢，谢谢谢谢各位啊，谢谢大家，来来来，恭喜恭喜，谢谢大家。我们今天的任务啊，是把班长灌醉。啊，不行不行不行，反正有人照顾嘛，对不对？少喝点，少喝点啊，大家都少喝点。来，谢谢大家，来，快点歌，给他俩唱一个，快快。买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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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为了爱孤军奋斗。哎，这是什么情况啊？哎，方志远，想宣言了吗？方志远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这状态怎么追宣言？你得开心点啊！哎呀，我能追到宣言，你没戏，我不信。哎、哥几个都在啊！我发誓，我一定把宣言追到手，好吧？哎，这要是追不到的，追不到，追不到我就剃头明志。行吧，那你拉来了，是不是得喝一个？喝一个。那这样啊，那我们就祝方志远同学早日脱单，早日追到你的女神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班长。来了，祝方志远早日剃头。太损了，继续唱，继续继续继续，我继续，我去伴歌，我去伴歌，太损了。轩轩说他不过来了，那个我再打个电话给培培吧。那我跟你一起去。哎呀，不用了，我打个电话在这儿等我吧啊。啊。嗯。那你打个电话就回来啊。班长，来来，继续拍，继续拍，继续拍，来拍，不要紧的。好。One two three。喂，培培，你忙完了没有啊？我就不去了吧，我还有事呢。你别呀，苏运辉的兄弟们都在呢，我怎么能少了你啊？那好吧，好吧。那行，那我们等你啊，你快点啊。好，知道了。嗯，拜拜。拜拜。这次，谢谢。Jason， 可以开始了吗？哦，好，马上。谢谢。啊。抱着你，只能感觉你的皱纹。喝点什么？水吧。非常的好，收工。好，走吧，这次我送你回家。啊，我还有点事，先走了。你留下来，请大家吃宵夜啊！谢谢大家，谢谢啊，谢谢，谢谢，再见。今晚的宵夜这次买单，大家随便点，谢谢。
我发誓，我一定把宣言追到手。追不到，剃头明志。酒精害人呐！雪颜，你就算是母夜叉，我也要给你追到手。来了，好可爱，快进来。师兄，你是在哪儿发现他的呀？啊，早上散步的时候碰到的。嗯，他好可爱啊，你要养他吗？我不想他一直都流浪下去，他还那么小，是吧？那我可以常来看他吗？啊，当然啊，欢迎你来啊。他叫什么呀？嗯，这个我还没有想好，或者我们可以叫他小花、小美之类。什么嘛，名字不能这么随便的。嗯，哎，可乐怎么样，喜欢吗？可乐就叫可乐吧。嗯，可乐，我是裴任之，是你主人的师妹。可乐呀，记得认人呢啊。他还没有窝吧？我打算给他做个小窝。师哥，这个事情能不能交给我来办？嗯，当然可以啊。那以后阳台就是他的家喽。对，就在这儿。感觉到累的只有你，那就歇一会儿，别那么努力。人本身就是有惰性的，我们进入冰华大学呢，就是和本性的缺点做斗争，对吗？雪，你知道吗？我都得病了，茶不思，饭不想，哎，你得补偿我心理、身体上的双重损失。那昨晚去 KTV 的有没有你啊？我那是跟着借酒消愁。哦，我都得抑郁症了，不能自己一个人待着。那你真的挺不容易的。哎，我太难了。不过你要是答应做我女朋友的话，我就什么都好了。无聊的理。雪颜，觉得我们应该给他一个什么样的家呢？这个都听你的。那我们去名创优品店看看吧。嗯，好，我们走。可乐，好好待着啊。这个怎么解呀？我教你啊。怎么样？
无聊。这就是你经常逛的店啊。嗯，这里什么都有。好吧。好，走吧。走。你好，欢迎光哎，我就知道你不回我微信，你肯定在这儿。嗯，我就知道你要在薛爷那儿吃瘪了，肯定会找我。哎，要不然怎么说咱俩是发小嘛，关系这么好呢，对吧？哎，你很闲吗？啊？你在薛爷那儿这次吃了多少回啊？我倒是宁愿每天吃个二三两回的。真的，嗯，你还是放弃吧。别人这么说也就算了，咱俩这么多年关系，哎，你有时间在这儿伤春悲秋，为什么不能帮我设计一下房子呢？哪儿？让薛爷去了。薛爷。如果说。建筑是设计师流传于世间的著作。我本来以为薛爷有受虐心理。中国传统的榫卯结构，没想到可谓是建筑中最精灵精巧的四个篇章。就你了，设计师往往我怎么在这个空间？哎，后面那位同学，我刚才讲到哪里了？我啊。老师刚刚讲到，哎，坐下。完蛋了！哎，他都瞪我一眼。嗨，杰森。曼妮，你怎么来了？我爸给了我一张 SE 集团品牌秀的请柬，你会去吗？这几个晚上我都要去拍杂志。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儿去，刚好也没有去过拍摄现场呢。我的经纪人会来接我。这小狗狗好可爱，它是你从国外带回来的吗？它呀，是我散步的时候捡到的。好可爱啊。我可能要换衣服了，需要帮你叫个车吗？我开车了。那我先走了。拜拜。拜。嘿嘿嘿。嘿，哥几个都在呢。哎呀，稀客呀，我昨天刚来过。反正在这儿能看到你的机会啊是真不多呀。我今天是有任务的。你能有什么任务呀？志远，这一个月的时间可马上就要过了啊。哎，我说你们家日子是跳着过的是吗？啊，哪户不开提哪户。我就是提醒你一下。
看什么呢？这么认真。哎呦，在你眼里，宣言都不是女的了。哎，不是，我就纳闷了啊，我之前泡妞那些屡试不爽的招数，怎么在宣言这就不管用了呢？除非啊，除非什么？除非她真不是个女的。说人家不喜欢你，你就说人家不是女的，太恶毒了你。你们一个个的啊，也别在这说风凉话了。这才几天呢，都没确定呢，前途一片光明。只是暂时红灯而已。哥们，你这红灯等的有点长。何止是长啊，而且这红灯旁边写着“前方施工请绕行”，有人啊，偏偏看不见。哎，我有思绪了。你看啊，有的女孩是骗来的，可薛言不行，她肯定是有斯德哥尔摩情节。大哥，你没病吧？没错，她肯定是这样的。我看你是疯了。兄弟们，我撤了，我的绿灯马上就要亮了。疯了呀！师兄，哎呦，来了！哇哦，这是你给可乐做的新家吗？来，快进来。雪岩，干嘛？雪岩，干嘛？雪岩。长在秋之里，那落霞和孤鹜中品尝了无数次的那份孤独，像凝视潮水般的日出，如火如荼。暗的光下，千万年压的天下，还是去欢言风雨，不到爱如山。哇，我奔跑在夏日里，那狂风和暴雨中，房子不错呀，材料也很绿色环保。我就是想给可乐一个独立的空间。我发现。你对可乐家的设计很有想法，以后给宠物做房子也是不错的选择。谢谢师哥给的新思路。可乐，我给你拿水啊。啊，有点意思啊你。给你。多谢夸奖啊。宿舍呢？啊！我说你怎么在宿舍呢？我明天有课呀，我不在宿舍，在哪儿？按照平时你这个点儿，不应该等轩轩吃晚饭吗？哼，我改变策略了。我发现啊，追轩轩就得欲擒故纵，你虐他几回，他就会束手就擒。
祝你好运。同学们，我们接下来要进行第一次模型展示作业，大家不仅要完成建模设计，还要把模型进行展示出来。大家做好准备，班长记得把作品的信息编号统计好。好的，老师。那我们今天课就上到这里，再见。谢谢老师。谢谢老师。老师再见。哎，让我画个图还行，让我做模型真是要了我的命啊。你可以先画图啊，建模的话我可以帮你。算了吧，你忘了上次实习资格设计的时候你拼了命都没选上，你还帮我。哎，我就是不能去叶教授公司实习嘛，以后毕业了工作多的是啊，就算你找不到工作我也能救济你。你吃的不多，好养活。饭吗？可是我想一直有肉吃。你看你笑了吧，笑了就没事了。苦大仇深的样子不像你。哪有苦大仇深啊，我只是觉得叶教授的公司少了我蛮可惜的。得了吧你啊。吃饭去吧。你先去食堂等我吧，我还有点事情去找叶老师。几分钟。那我帮你打饭，你快点啊。走吧。走。请进。叶教授。哎，苏明辉同学。找我什么事啊？我是因为裴仁志的事情来的。上次测评的时候裴仁志发挥不佳，所以错失了去您公司实习的机会。我记得裴仁志和李曼妮的设计理念一样，我非常喜欢，所以啊我才会在他们之间选择了一个人。但是李曼妮和裴仁志相比啊，他的设计基础更为扎实，更为全面，分数也更高，所以我才选择了他。教授，您刚才也说了您非常喜欢他的设计理念，至于抄袭的事情，我相信您给他递签名就是因为您相信他没有抄袭，对不对？所以叶教授，我想求您能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。哎，秉辉同学，人选已经确定了，你先回去吧。教授，您就不能再给他一次机会吗？哎呀，秉辉同学，回去吧。教授再见。好，再见。你怎么来了？我有个事情找你，可不可以跟我出来一下？什么事情还要班长亲自来找我呀？小裴，是这样的，刚刚呢我去找了叶教授，看他能不能再给你一次机会。他虽然没有同意，但是他很欣赏你。谢谢班长帮我争取这次机会，是我能力的问题。小裴，你千万不要灰心，我们好好努力，之后一定还有机会的。拜拜。拜拜。
不好吃吗？嗯，当然没有没有，我减肥。今天他在图书馆找你有事吗？啊？苏炳辉。哦，嗯，他是来告诉我教授最终的选择结果的。什么结果？彻底完了。这么严重？因为我跟李曼妮的设计理念一样，然后叶教授呢要选一个人去他的公司实习，最后他选择了李曼妮。要是理念不撞车，去教授那儿实习的那个人肯定会是你了吧？李曼妮一直比我优秀，苏炳辉去帮我求情，结果自己被 IP 了。他这个人还挺热心的。嗯，是啊，他是一个特别有责任心的男生，不然大家也不会选他当班长了。虽然这次呢也许有一些遗憾，但是成为建筑设计师的梦想我是不会改变的。认知，既然种下了梦想，就全力去实现它吧。说的真好。嗯。方志远，你到底要干嘛？我有问题想问你，得到答案我就走。你说。我要怎么样才能追到你？不是，你想什么？你这次可是真的江郎才尽了呀。那我对未来男朋友的要求可是很高的。有多高吗？这样，这次作品全班展示，你拿个第一名给我看看。你能说到我就能做到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面吧。你马上就要有男朋友了。你得了吧你！你当我们班同学都是吃素的吗？还有，你从小到大拿过第一名吗？凡事不都得有第一次吗？你就等着吧，别不相信我呀！哼。就是我们家那个项目，我现在啊正在看标书的，这把我看的头昏眼花的。行了，今儿太累了，明儿咱们再联系吧。啊，好，拜拜。哎，老池。啊。哎，快过来。怎么了？请坐。正好有个事儿要问你呢。你最近不是和那个建筑学院走得挺近的吗？你有没有发现什么杰出校友或者天才设计师？富贵啊，你说的没头没尾的，你让我怎么回答你啊？是这样，我们家呀最近刚拿了一块地，马上就要开发，现在正找这个设计团队呢。你也知道我，我对这个也不太擅长。我跟你说啊，我就光看这些设计方案还有报价，我头都大了。其实我的要求很简单，设计师靠谱，然后设计方案呢也不用太新颖，就是想找一个靠谱的设计师，然后呢只要中规中矩的把这个项目顺顺利利的完成就行。你们有标书吗？我可以帮你打听一下。哎，都在这儿呢。来。啊，请过目。我先看看啊。
是不是这个标数是最好的？不是最好的，那但应该能够满足你的需求。这个叶长林是建筑学院的教授，我可以介绍你们互相认识一下。但是我说富贵啊，也得顺带帮我一个小忙。说什么呢？咱俩谁跟谁啊？没问题，一言为定啊。这酒看起来不错呀。这红酒啊，可是我珍藏了好多年的法国的名酒，待会儿等叶教授过来啊，让他好好品尝品尝。这个时间我想他应该快到了吧。好，叶教授。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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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啊，请上座。啊，请。叶教授你好，我们有段日子没见了，这次请你来呢，就是因为上次您参与竞标的那个地产工程设计啊，是我这个同学王富贵的家族企业项目，所以我们这次请你过来呢，就是想充分利用咱们的这个校友资源啊，毕竟我们是知根知底嘛，合作起来方便。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没想到我们王氏企业的继承人也在我们学校读 EMBA， 我都不知道该称呼你为王富贵同学还是王总了。叶教授，这玩笑可不敢开，在冰华您是老师，我是学生，哎，当然应该称王同学了。哎，老池，啊，池若飞同学，他极力推崇的就是您这一份，所以今天呀，特地把您请来，想好好的跟您聊一聊。谢谢谢谢。若飞同学，我们一起敬一下叶教授。啊，来。谢谢，幸会啊，叶教授。谢谢，谢谢。嗯，请坐，请坐，请。叶教授啊，看来这次我们这个项目啊，非您不可了。哦，谢谢，谢谢。我只不过在自己的专业领域啊，给的是建议而已。你们有什么好的想法，也提出来探讨探讨嘛。啊，叶教授啊，其实我们非常欣赏您的一个学生，嗯，如果他能够加入您的设计团队的话，我想会是双方都乐观其成的一个事情。哦，你们说的这位学生是？啊，他叫裴任之，是位很有想法的同学。这可不行，虽然我很喜欢他的创造力，但是今年实习的人选已经定了。哎呀，叶教授，何必这么较真呢？来来来，我敬你一个，来。看来今天这顿饭的主题是这位裴任之啊。啊，叶教授，您误会了，只是碰巧知道裴任之是您的学生。如果您不同意的话，也没有关系的。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一次的竞标的。我以为我已经足够了解自己的学生了，没想到这位裴任之能量还挺大。叶教授，如果您是因为设计理念相似才决定在裴任之和李曼妮当中选择的话，那就更应该选择裴任之了，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，这就是他自己的设计理念。如果真是这样的话，他应该在这一次作品展示中靠作品来说服我。太好了，太好了。对，来，若飞，我们一起谢谢叶教授。来，叶教授敬您啊。啊，谢谢，谢谢叶教授。嗯，来来来，好好。
小佩，你看看我这个构思配不配得上创意二字。我这次要拿第一，学员才能答应我的追求。竞争关系，我不能做任何评论。这次作业我也是要拿第一的。哎，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有上进心了？叶老师答应我再给我一次去他那里实习的机会，就按这次的作业成绩来定。那叶老师肯定是良心发现才给你这个咸鱼翻身的机会。所以这次第一我一定要拿。我拿第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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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我说你们俩也不拿手机照一照自己，谁长了一张第一名的脸啊？刘伟伟，你别瞧不起人，我这次设计构思跟南美著名建筑师弗雷迪·马马尼不相伯仲。我是据实评价，以你们俩现在的成绩，谁都没有得第一的可能。劝你们不要入戏太深。刚刚你说的那个建筑师，他的色彩风格在中国是行不通的。那也不是完全没有概率的，我们国人对建筑的审美需要被引领。对。你学过什么是概率论吗？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怎么能算概率呢？方志远，你这是为了泡妞心思不正。还有你啊，裴仁之啊，叶教授能让你交作业已经算是谢天谢地了，你们不要想太多。小裴，你看他落荒而逃那样。你会不会用成语啊？他那叫落荒而逃吗？他那是得胜而归，凯旋还朝。哎，你听他的吗？你听他的吗？我堂堂男儿之躯岂能被他那几句话所动摇？为了学研，我要拿第一。我也要拿第一。我说了，我一定不会去的。你不要搞你自以为是的那一套了。我不想和你吵架。师兄，不说了，挂了。你怎么来了？我刚从楼上下来，想找你来着。有什么事吗？我是想来谢谢你的，谢谢你替我帮叶教授求情，再给我一次实习的机会。小忙而已，你不用专程来道谢。这对我来说可是件大事啊。真想报答我呀？当然啊。我真有件事情需要你帮忙。下周我要出差，你能不能帮我照顾一下可乐，经常来我家看一看他？好啊，我也挺久没去看可乐的了。他挺想你的。看我坐了你的座位，我还以为你会扭头就走呢。那岂不是显得我怕了你吗？放心，我今天真的是来学习的。那还真是难得呀。不是我说你啊，我都来了一个多小时了你才来。学员同学，你退步了啊。你这个承重结构有问题，太注意外观的创意而忽略了建筑的实用和牢固，你这个就叫楼脆脆吧。我这叫另辟蹊径。任何一个建筑师都是实用主义者，而任何一个创意呢，都应该建立在实用之上。你连基础都没有，难怪总是最后一名呢。你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是最后一名？最后一名是裴任之。啊，对了，我给你看我另外一个创意，来，从这儿开始翻，翻到第十张。哎，雪，好好看一下，有惊喜。
啊。你有短信。不是这谁呀？这谁发的呀？发错了吧？我不认识。也来了，师兄。这么多东西不沉啊？不沉。来，进来。我先帮你拿上去啊。最近很想你啊。他这点精神头可真足啊。商议好就蹦蹦跳跳的，现在已经开始侵占我的领地了。师兄，你什么时候出差啊？周五走。你这两天都可以来看看他。啊，周五不方便？没有，那周四的时候我们交接吧。可以。你回一趟家，爷爷要帮你举办生日宴会。爷爷知道我每年都会跟我妈一起过生日，你少拿爷爷当幌子逼我回家。我觉得很奇怪，你为什么总是能这么理直气壮地欺骗自己的亲人呢？我绝对不会出席迟家的生日宴。来了，啊！我放了一把备用钥匙在这儿，以后啊，你可以直接来开门。嗯，我下次用。
会儿帮你做顿晚饭好吗？我买了一些食材。你没事吧？我只是想给你做一顿生日晚宴。你下周出差，一定没时间庆祝。你应该要懂得，人和人之间要有界限感。我觉得朋友之间这样庆祝很正常。为什么不提前问一下，别人想不想过这个生日？对不起啊，我只是想给你一个惊喜，我不知道你。请你以后不要自以为是的闯进别人的生活。宝贝又长大一岁。许个愿，赶快吹蜡烛吧。我觉得朋友之间这样庆祝很正常。我只是想给你做一顿生日晚宴。你下周出差，一定没时间庆祝。认知，任之，对不起，任之，刚才我没有控制好自己的情绪。没关系，
每个人都有心情不好的时候嘛。嗯。你在外面吗？啊。我在你楼下。哪里啊？啊、你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我想去医院。是不是真的？是啊，你看他就是要送我去医院呢。啊，那好，你去吧，你去吧。啊，谢谢阿姨啊。啊有什么记得联系老师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哎、谢谢啊，快去，快去。谢谢啊。哎呀，小心点，疼死了呀。师兄怎么想起这么晚带我来这里啊？日志，我向你道歉。我接受。你倒是很直接啊。因为师兄这么说，肯定是有原因的呀。以前。只有一个人给我过生日，那就是我妈妈。她生前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为我买生日蛋糕。那阿姨，对，在买蛋糕回来的路上出了车祸。对不起啊，我不知道。没关系。我不该对你发脾气，对不起。自己的生日变成了最亲的人的忌日，应该是你最大的遗憾吧。师兄。我们中国古代有许多著名的构筑物，像佛光寺、应县木塔、狮子林等等，数不胜数。从中啊，足以看出中国古人智慧的过人之处。今天我们就来重点分析其中几个案例。我们来看看永乐宫。永乐宫啊，修建于元朝，是典型的。你的建模作业怎么设计的呀？我一点灵感也没有。这看看三好室不就有灵感了吗？永乐宫由南向北依次排列的宫门、无极门和纯阳殿，在建筑总体布局上，东西两面不是附属建筑。在建筑结构上，没事，你先忙吧。使用了宋代的营造法式和辽金时代的简筑法。我们建筑本体之外，小薇，你这本上都是建筑界的专业术语，以你现在能力看懂它，怎么着也得好几年吧。走开。小薇，你自己学的什么时候、啊、等你都学明白了，到时候哪有时间去搞建筑设计了、所以说呀，地面还是我的。绿化特点形成了永乐。我告诉你啊，你不要以为咱俩关系好，跟你是发小，我就会对你手下留情。这第一名是谁的还不知道呢。好了，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，我们下课。谢谢老师。好，再见。这第一名肯定是我的，走着瞧。
我来看您了，妈妈。我知道你一直都很担心我。我过得很好，还认识了一个女孩，她给了我一种特别的感觉。以后您不用再为我担心了。我想您的，以后的生日都会有人陪我过。死在细软无声淡蓝色的回忆中起舞，留住你忽而向东时而往西凌乱的脚步，这一窗月会如水正游荡，那天边外的星星在跳荡，似一朵朦胧般的幻影，有两扇心房。你听那风儿轻轻微微诉说千万的借口，想留住他那眼中一抹浓浓金色的断秋，在悠悠潺潺弥漫的地方，谁不经意般模糊了方向，那遥远的天际线牵引着青春泪光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就让它插上青春的翅膀，朝向那浩瀚无的天际线，在海阔天空自由的翱翔。如果爱需要梦一场，就让它穿上洁白的衣裳，在那条通往云端的天际线，牵起着青春的影像。